大家好。阿弥陀佛。请放下。今天是释迦牟尼佛涅槃日，那么我们想到佛一辈子一代十教讲经说法，教化众生，那么到末后法华涅槃，开权显示摄末归本，这个是释迦牟尼佛一辈子讲经，他导归的是一层，要说的呢是一层的两义，大乘的佛法，告诉我们众生每一个人都能成佛，这一生都能够成就，绝对没有虚假。那么佛在临终交代了几样事情，这个哪几样呢？阿难向佛请问，临这个佛你灭度以后，经典几节开头啊，要安什么文字？佛回答：如是我闻。这四个字。那么佛不在了，应该要怎么安住？以什么做好事？佛教我们以四念处而住，以戒为师。那么有恶性比丘，当如何与其相处？佛教我们莫秉之。就是你不要理他，这个是世尊临终交代将要往生前告诉我这个后世的学人要怎么样来安住。那么这其中最重要的精神就是世尊在世的时候常讲四依法，无论这个讲经的人有没有名气，也许他很有名，也许他没有名，但是你要仔细观察，他说法是不是依四依法，他有没有教你要出三界六道轮回，教你出三界六道轮回，你还要看这个方法正不正确。现在也有的讲说要出三界六道轮回，但是呢他的方法是错的，错误的，他的根立在世间法上，立在这个道教上面，立在这个儒家上面。道家我们不是批评他，是因为他没有办法达到佛教讲的出三界六道轮回，他所说的呢无外乎啊落在这个空里面，以心取空，这个是道教。那儒教呢落在由衷，有情有义有恩有爱，这个是都有贪着，没有办法出三界六道轮回。所以呢这些东西不能作为出三界的基础，佛教讲的，尤其是净宗讲的，净土宗，他修学的根本在哪里？大家听《无量寿经》就非常的清楚，三个字：信、愿、行。这三个字呢，我们用另外一个讲法来讲，那就更明白了，叫出离心。没有出离心，有信愿行没有用，甚至我们可以说没有出离心也没有信愿行，这个是净土中修学的根基。净宗修行的宗旨宗要在哪里？
们在玄义里面看到八个字，发菩提心一向专念，这个是最重要的。你如果不能清楚，不能明白，你要以别的方式来修来学，用这个世间的生灭因缘来作为你出离的基础。佛在《楞严经》上讲得非常的清楚，非常的明白。他说你用生灭心为本修因，欲求如来不生不灭，无有是处。你要想要成就佛道，你用这个世间的生灭法，这世间无常，国土为脆，四大苦空，无因无我，所有你看到的都是生灭变异，虚伪无主。你的心是众恶之源，你的行为是所有的恶行之首。心是恶源，行为最首。要用这些东西用贪嗔痴贪恋世间来作为这个出离的心出离的基础，那是做不到的。有人说这个观经讲的三福第一福要孝养父母，奉事师长，这三福要合起来看，你不能只看第一福。经典是融通的，不是片段的，你断章取义，那真的是三世佛约的。三福你三个要一起看，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菩萨，修持三业。你做到了这一条，能不能出三界呢？不一定。甚至说不行，不能出三界。为什么？在于你有没有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这善导大师告诉我们的，你一向专念才能往生。这是正义，往生的正义。其他的呢，都是助缘。你做到第一条，我们可以说你是一个世间的好人、善人。不能说你的业是净的。净业三福嘛，三世诸佛净业正义。所以这三条合着一起看。第二条，受持三规，具足众戒，不犯威仪。你开始发心当佛弟子，具足佛的律仪戒行，那么才发大乘心，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读诵大乘，劝进行者。这三个你要合着一起看，这个才是三世诸佛净业真。你不能只看第一条。现在的人贪恋世间，放不下自己的家亲眷属，放不下这个儿女的恩爱，他就拿第一条，他想要控制他的家人，贪着他的这个所执着的对象，想要掌控他。所以呢就告诉你，学佛就是叫你孝养父母而已啊。要是这样的话，那释迦牟尼佛不用出世了。如果说是孝养父母像这个世间人看的那样，那释迦牟尼佛第一个不孝顺的，弃国捐王，行作沙门，出家行道。所以我们看经典你要有智慧，不能只是看自己爱看的，听自己爱听的。从前的人讲经非常的，我们讲守规矩，现代人讲经而依着自己的情势，依着自己的妄想贪嗔痴拿着经典在那里对大众演说，说的呢无外乎都是叫你生死轮回法不是佛法。那这就是把经典把出世法解成世间法。我们看经典，佛在经上讲，佛说小法
大根的人啊，上根的人啊，正大果。那小根的人呢，听大法正小果。没有根的人呢，看佛法，看成世间法。啊，这叫没有善根呢、啊。佛在经上讲叫一禅体，断善根呢、啊。所以从前的人讲经，它是中规中矩，啊，依佛所说依四依法，啊，依四念处，啊，以戒为师。那现在呢，你们就要仔细去看，不管他多有名，啊，他说他是啊哪一个啊大法师的弟子，啊大活佛的弟子，你都要仔细观察，他所说的法是不是正法？这个是相当重要。佛涅槃日，我们要想到啊，现代这个佛门里面的一个乱象，要能够防止啊，这叫防非止恶。释迦牟尼佛临终交代了后世的弟子这些话，我们要记得。要去做到，你不能够随着你的爱欲在那里啊，随便乱说，随着自己的喜好在讲经，那会贻误后学。那自己呢，自己自身的果报啊，不管你有名没有名，你的果报一定在八蛇地狱、根蛇地狱。啊，你要是一念转过来呢，啊，那就叫做出广长舌相，啊，遍覆三千大千世界。你要是拿着啊经典啊，把它解成世间法，还跟人家说，哎，这样做能出三界，这样做没有关系，那叫邪师。这经典，佛在经上告诉我们，这果报非常的严重，啊，将如来啊，啊，不了一说，回味极解。我在这个《菩萨善解经》里面讲到，一个人他杀生，一辈子杀生，临终不一定会下地狱。我说不一定，你们不要想说可以杀，不一定，但要看他最后一念的存心。可是如果是一个出家的法师，他出了家，不依佛经，他也不教弟子，不好好教学，到处啊跟人家讲这些事情，佛说你一定下地狱，为什么？你坏众生的正法营造，把众生这一生成佛的因缘都给破坏掉了。所以净土中大家要想，他的修学的基础不是在于这些世间这些名闻利养贪嗔痴亲情爱爱上面，他是在于信愿心。你们要知道，要有正见，要有正念，听到人家这样说，你要心里要非常的清楚，这个是魔说，魔说法。我们以祖师大德，净土宗十三代祖师，没有一个祖师是这样说的，没有一个祖师告诉你，哎，你可以贪恋世间，在家当一个佛弟子，就把这个世间法搞好，你就能成佛了。没有一个祖师是这么说。印光大师讲敦伦敬分，你们要清楚。佛弟子怎么敦伦敬分呢？你要想到说，我作为一个佛弟子，应当要存着佛知佛境来生活，所谓处事不忘菩提啊，这才是一个佛弟子应尽的本分。敦伦敬分是讲你学了佛，佛弟子应有应尽的本分，不是叫你学了佛又退回去当个世间人，
啊，然后才来贤邪生成。你世间法、世间义啊，都是邪，你要怎么，你要怎么贤邪，你要怎么存成？啊，这世间就是你的业所造成的。敦伦敬奋贤邪存成，生起因果老实念佛，这是一个学佛人的样子。那么后世的这个弟子啊，因为心多所攀缘，心多迷闷，所以把它解成了，像这个世间人一样啊，学了佛要先退回去当个世间的人啊，这个好好的先孝养父母、奉事师长啊，这样子。不是的，这告诉你，你佛弟子你要先看破放下，这是佛弟子应尽的本分。你贪着的啊，你挂碍的啊，你难舍的，这些要放掉。怎么放？熏习佛法，每天要读经，早课晚课，一天呢念佛，最起码2万3万，这是最基本的，最少的，这是佛弟子的本分，你才能贤邪存成。你心中的邪念、杂念、妄念、无明、贪嗔痴、自私自利，你才能除掉啊！你对于念佛成佛，你才能生信啊！这叫生信因果。如是相辅相成，名为老实念佛。这印光大师的开示啊，所以邪人说正法，正法亦成邪。我们自己学了佛，要有正念，要把你即使看到世间法，你也要转成佛法，不能够任由你的习气增长，不能任由你的世间意啊随便发挥啊，这个是我们要知道啊。那么这今天啊，释迦牟尼佛涅槃啊，希望大家啊真正发心啊做佛弟子啊，不辜负这释迦牟尼佛讲经说法49年啊300余会的这个讲座，为我们众生开示悟入佛之至见。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Thank you.